有时候我们有那个兴致的时候，我又不好意思。你知道小孩子跟我讲什么吗？妈妈，你哪里痛？是我昨天一直叫。那你小声一点啊！太小了，你不要那么小声啊！那我觉得你坐在副驾，你得点点的，你不要插嘴。明明路原本那么大条，后来直直开，直直开，哎。怎么越来越说？彤彤，我那时候总是用骑摩托车，真的，真的。每周一、二晚上10:15，三立堂台29频道，阿姐王心。